救护车忙进忙出，赶快抢救死伤者。阿富汗东部城镇加拉拉巴德热闹市中心被炸成悲惨修罗场。伊斯兰国炸弹客找上公务员排队领薪水这一天发动恐攻，而且引爆地点就选在银行门外。It's getting rid of all government, all economics, banks, electricity, everything, and turn the clock back 2,000 years.And they think at that point that they can rebuild civilization. 阿富汗与伊斯兰国相距2400公里，原本未曾出现 ISIS 恐袭，不料塔利班民兵因为14年来群龙无首，最近纷纷投靠 ISIS。北约驻军去年前脚走，伊斯兰国后脚到，埋下另一枚不定时炸弹。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ガニ大統領は昨日国内の訪問先で、過激派組織 IS イスラミックステートが犯行を認めたと明らかにし。事件の責任は IS にあるとして強く非難しました。将焦点转往伊拉克，由美国空军协同空袭，伊拉克部队从 ISIS 手中夺回国内规模最大的白吉炼油厂，目前正在扫荡厂区，揪出游击队员。政府軍が18日部隊を増強し、進撃を食い止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交战双方在西部安巴尔省展开殊死战，各地巷战激烈。单单18号这天，就有数百个难民扶老携幼逃到首都巴格达，为剿除 ISIS 这颗毒瘤，伊拉克付出巨大的代价。记者吴宪昌报道。